白使用雅典娜，要不要脸？哎，要选第一只。哎，为什么选到第一只？因为他就在反你杀出来的白色。台南 KO 界有一个传说，是啊，告白使用雅典娜啊，对面很生气。哎，很好。你小时候会用水晶球了？对，我现在比较会。你的雅典娜不是没水晶球吗？加点水。雷欧娜，你完蛋了。他变身啊，可以穿过你的气功。怎么办？哎呦！我知道，可恶！我知道，我还蹲档。老梗配招你还中，还在蹲档。老梗配招你还在中。哎，飞过头了。哎，看我的吧。你一直在那边五 CD 还说别人此人，哎呦，哎，四联动，啊，大联动，哎，好，魏博要拜拜，太难打了，告白克星雷欧娜，我要认输先投降，遇到告白请先选雷欧娜啊。爱滑梯，爱滑梯的后果。哇，这样也可以。好，隐蔽隐蔽，哎呀，哇，那没血了。哎，啊，好，还有机会。这个是下体操作的环节。你完蛋，告白凶多吉少，可恶，哎呦，哇，你怎么会落变中段？随便乱接一接你就死，变中段实力也太过了吧？啊？啊，变中段那个实力也太难找了，那是因为那个蔡哲彦。你雅典娜摆第三只，哎呦，五 C 挖，五 C 挖对空，哎，贪心，最近啊 ，KO 满才讨论啊 ，Weep 的那个连段，贪心，贪心硬要接个五 A， 结果啊，哎呀，偷鸡不着十八米。六以后我要算一点吗？没有，还有要吃。哎，太刺激了！哎呦，双打！啊，出怪招！哎，蔡哲彦超冷静。可恶，太准了！哇！啊不！太烂了吧！啊，他等下那个变身了，你完蛋！那个，就是啊，蔡哲彦不太会，变身之后还跳起来被踢掉。哎呦！哎，我呢？啊，你完蛋了啊！得用怪招。哎，这样可以哦。我抓他。是的。好，蔡哲彦还有机会。蔡哲彦没机会了。蔡哲彦两颗气啊，那个一级脸啊。
好，差点快起气。哎、欸，你完蛋了。哎、欸，很好、哦，差点两颗气。差点两颗气嘛。哎呀，哎，准备接大绝，太紧张了。啊啊！怎么赢的？那不是要中了吗？回去，回去上传。这样怎么回事？怎么赢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以为输赢了。对啊。笑到快糗。